大家好，我是王哲。我开这个频道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三十几年来学习和从事艺术工作的一些经验和感想吧。我2010年毕业于俄罗斯国立列宾美术学院，在在空气拉卡金城胡德尔斯夫因斯基督的一名尼耶列宾的热比斯内法国界。2018年到2020年，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游学。Estuve dos años de viaje de estudios en Barcelona, España. 对于艺术，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在以后的频道当中会呈现给大家怎样绘制油画创作，怎样写生，以及怎样临摹。希望和屏幕前的您一起进行交流。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并转发我的频道。谢谢大家。Si te gusta mi canal, suscríbete y limpiarlo. Gracias a todos. Inscribamos a nuestro nuevo canal. Подпишитесь и сделайте репост. Спасибо.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油画肖像小稿的绘制过程。无论画大画还是小画，打稿都是非常重要的。大稿里分为构图、比例以及结构。现在是上色。有人说画肖像就像给女孩化妆一样，怎么说呢？这句话我是60%是同意的，因为就是拿颜色去涂涂抹抹。可以从五官开始画起，也可以从脸的块面开始画起。Thank you.
这样一幅油画肖像小稿就绘制完成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